王家到底哪里得罪了你？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血债血偿，我要你王家全族替我死而偿命。不要！从此之后，你不论如何修炼，都只能达到元婴期，再无法向上突破。恭迎域外战场使者。恭迎域外战场使者。进入打扫域外战场的通道，开启。三月期限已到，所有弟子出府。七块令牌只剩下一块了，看来今年竞争激烈，有好戏看喽。什么？一人拿走了所有的令牌？简直胡说八道。是真的，我们的人几乎都被他杀了。来了，他来了，气势好强。既然来了，就别躲躲藏藏的。化缘，可敢与我一战？小小筑基初期而已，就把你们吓成这样。腾化缘，还我父母魂魄！元婴期，血冥谷中怎么可能会出现元婴期？你小子怎么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急速提升修为？今日的我是你一手造就的。真是那家伙，不愧是元婴期。绝命谷资格战，明明只可筑基以下修为境的，这家伙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？怎可能有人在短短时间内到达元婴？数日未见，他的修为又有极大幅度提升。这气息是元婴中气。奸诈之徒，还不现身！必是那家伙怯战，早就逃了。留个小破玩意儿陪你玩玩。竟把我们这些老家伙都骗得团团转。哼，王林呢？王林，谅你小子也没那么大本事。
你若再不现身，休怪我当着你的面将你父母的魂魄捏成碎片。魂器，住手！一次是幻术，第二次就未必了吧。王林，你就这点小伎俩吗？不，蓝玉蝉，有趣，这小家伙既有幻城的千幻变，又有黄泉宗的蓝冰闪、那把飞剑也不简单，虽然是仿品，但也具备了一些威力。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就是现在。忍受世间酷刑而死，老夫以元婴老祖，竟然被一个小小筑基集团的团团转。最可怕的是，这家伙如此果断坚韧，可以为了防止爆炸蔓延而毫不犹豫斩下右手。若是他人，老夫也不禁有些赞叹。然而这一家伙，哼。让你享受一下被自己至亲啃噬的滋味儿。爹娘，铁柱不行，若没有我，你们也不会遭到毒手。王林，你看我对你多仁慈，让你与父母团聚。施展那诡异的瞬移之术吗？七块令牌尽数毁灭，域外通道也马上到关闭的时间了。藤化园这个老匹夫，最后一块令牌也没了。看，域外战场通道要关闭了。500年，我们空等了500年，又要再等500年了。是阴宗弟子全军覆没，飞天罗刹进不去了。那我的肉身怎么办？王林，你活该千刀万剐，我死不足惜。好了，游戏暂时结束了。我早猜到你是打算以域外战场的通道来逃走，所以这个想法你放弃吧。可笑至极，老夫居然会害怕一个筑基期的凶士。
给你报仇了。等他的肉身被吃完后，太爷也会抽出他的魂魄，让他忍受世间酷刑而死。血海深仇又如何？情深义重又如何？还不是抵不过弱肉强食，一大欺小。你这老家伙，这等事我们见过多少，还在这里空发些少年感叹。这可是数万年来第一次有人以筑基之身挑战元婴老祖。旗帜可嘉，激情可悯，我辈汗颜呐。赤子情深，该当如是。爹娘，孩儿错了。更欲盼真武腾立，王家的尊严难道弱小即原罪？修仙，原来这就是修仙。好，好。力气，这是力气。爹娘，铁柱不行，若有来生，希望王姑再生我的儿子，因为我不配。进入域外战场的通道关闭，我赵国所有门派无一人进入。师姐，你来这儿，袖子我已经卸了半只。不用，你抓紧时间，幸亏我们动作快，刚进入战场就抢到一具盔甲。哎，当初可是听说吸上一口域外战场的空气就能灵气大涨，打破了头才进来的，没想到来了竟然是划了盔甲。你也不要小看这具盔甲，你看到他额头上巨魔族的标志了吗？拿了这具盔甲怎么也能增长几年灵力。啊，那是什么？跟上去。是空间裂缝。老祖曾经说过，域外战场开启的500年期间，有时战况过于激烈，域外空间承受不住，会产生裂缝。修士一旦被这空间裂缝吞噬，就会成为无主游魂，再也无法返回现实世界。哦，好险好险，幸好没追进去。该死的空间裂缝，竟然吞了老子一个宝贝。宝贝在哪儿？他飞向那边，被空间裂缝吞了。这是巨魔族。传闻巨魔族的人只有达到了婴变期，才可以随意变化身体。眼前这个中年人既然有着常人的身形，显然正是巨魔族中婴变期的强者。可惜了。王林，我用最后一丝魂力打开域外战场通道，保你最后一丝神识，我因此不得不彻底陷入沉睡。从此以后，
你命运如何，就全看你自己了。